轮胎都是米其林的 Pilot Sport 系列，就是劲驰四、四 S 还有 Cup 2。现在是一个模拟冰道的一个测试，教练会慢慢加速，慢慢加速，去到黄色的两块踏板的时候就松开油门，然后踏板会随机的抽动一下，好，车子失控了，然后不靠踩刹车，只靠打方向是把车救回来。第一把不错的，好，漂亮漂亮，哎呀，哇，漂亮漂亮漂亮，不是吗？我这给教过了，不能丢脸。不是人，技术一流，记忆力。已经来到今天最后的环节了，然后它是一个后带的体验，就是教练会开着车带你去跑赛道，然后因为全场只有一台 GT3 RS， 虽然我已经开过了，但是我还是抽到了，我还是第一组，拜拜。Also, don't hold this. Okay. Hold this. Not this. This is to open the door. Okay. And if you feel uncomfortable or whatever, you let me know and I pass you. I might make some noise and I'm sorry about that. No worries. We go.之前已经开过 GT3 RS 了，但是教练开是完全不一样。那教练开好还是 GT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等一下，说了这么多，我到底应该买哪个轮胎啊？问得好。首先呢 ，PS4 是研发给入门级跑车还有中高级的运动轿车使用的，使用的场景呢是100%的街道，因为它是一个国产的这个轮胎，而且也是劲驰系列的入门级，所以呢它的性价比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你偶尔要下赛道豁一豁，那你还是考虑劲驰 4S， 因为它是研究给高级性能车使用的，使用场景是80%的街道，20%的赛道。相比起 PS4， 它的干地性能还有操控都会更好。那么说到 Cup 2。就更进阶了，因为在保时捷体验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Cup 2轮胎是装在三大神车918身上的，它是研发给80%的赛道，20%的街道使用的。极速拍档工作室友情提示您：米其林 PS Cup 2轮胎为干地轮胎，雨天性能差，请结合需要酌情使用。轮胎并不是越贵越高级就越好。假设我现在有一台爆改的性能飞度，想要上 Cup 2， 其实也并不一定合适，因为轮胎的选择呢，需要匹配刹车系统、车重还有动力。当轮胎咬得太死的话，车子并不一定就快，而且它的刹车系统有可能发挥不出来。最重要的是 ，Cup 2是给超级跑车用的，你飞度还真买不到。我的飞度也是超跑啊，切。